如今，影响全球数字化趋势走向的是未来五至十年全球新消费的主导力量 Z 世代的崛起。 Z 世代指在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，即95后和00后。这代人群的特点是互联网原住民，从小接触手机和社交媒体，个性独立自我，关注产品体验感和高性价产品是他们的消费观。而 Feedvisor 的数据显示，如今 Z 世代的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主要围绕数字渠道，而相比于其他在线购物网站 ,88% 的 Z 世代更偏向于从亚马逊购买产品。亚马逊平台卖家们想要拿下挑剔的 Z 世代，则必须充分了解这代人的消费特征，并在营销举措、内容策略和方法进行改进，才能让他们花钱。第一， Z 世代的数字生活方式、购买途径都是由移动设备所驱动的。亚马逊上的品牌商家必须对同一产品在不同销售网站、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数字渠道进行在视觉吸引力、可读性和体验感上的优化，才能吸引 Z 世代。第二，品牌商家应该注重视频社交媒体的广告投放，并将亚马逊的产品与社交媒体广告进行打通，以品牌加产品的视频模式攻占 Z 世代的社交圈。第三， Z 世代愿意体验那些有着个性化购物体验功能、具备创新意识的新兴技术，亚马逊买品牌卖家可以试着融入 VR 和 AR 技术，提升 Z 世代购买体验。第四，缺少品牌忠诚，注重产品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是 Z 世代的明显特征，品牌卖家要突出企业的社会责任。第五， Z 世代对消费普遍保持谨慎态度，品牌卖家可以在亚马逊上开展更多的折扣活动以及免费配送服务。